欢迎来一首。嗨，下午好。全拉了。哦，全拉。哎，但感觉拉一个好一点，拉开一个吧。哎，但这样好像还行。就这样吧。就这样吧。这样吧，就这样吧，嗯，这样吧。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, hello, 那个，不是，没有，我不是来道歉了。什么叫道歉？怎么我一直播就道歉？嗯，别这样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吃不吃橘子？吃个橘子啊？嗯。呵呵，没有，我觉得，我觉得是这样，就是，怎么说呢？等我串橘子，橘子还挺好吃，再吃个番茄，很臭。我没有不开心，没有不开心。我觉得是这样，就是因为其实我们也提前就是跟就是朱涵和老师，我们已经其实提前就是我们一起那个确定过了，就是八首歌，但是只有30分钟的时间。然后是我，其实是我自己的问题了，然后其实是我自己的，我不是道歉，就是我是觉得是我自己的问题，因为我可能说话超时了，然后因为可能之前都是，能就是可以卡好那个时间，可能我这次自己，有点没有把握好这个时间，然后主办方老师其实我也能理解，因为他们压力也非常大，然后有警察叔叔们在，然后，我觉得最抱歉的是，我觉得是大家吧，就是我觉得你们，是最无辜的。对，今天是很抱歉，就是，想跟来临沂的朋友们，就是，可能怎么说呢，就是，我觉得这次的遗憾，我觉得下次有机会再弥补给大家，啊。然后还有就是，因为可能不是我，可能有点激动的原因，是因为最后一首歌是我要介绍乐队嘛，就是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比较重要。然后还有就是可能，因为我可能就是个暖场嘉宾嘛，对，我是暖场嘉宾，我希望能把这个场子热起来。可能虽然今天很热啊，然后我希望能让就是现场的气氛稍微好一点，所以我想把最后那首歌就是带给就是临沂的朋友们，对，我没哭，大哥没有哭，对，然后就是还有就是今天来临沂的朋友们，很抱歉的是，希望像下次有机会的话可以再弥补这个遗憾，好吗？哦，我希望大家不要去再说就是主办方老师们的问题，因为不是他们的问题，对，其实不是他们的问题，真的不是他们的问题，是我自己就是没有把握好这个时间，我希望下次就是，我觉得这也是我自己缺乏经验，然后是我自己不成熟的地方，然后我之后可能会好好的再斟酌一下这个事情，好不好？对。然后呢，希望大家也今天可以，如果还在现场的朋友们，可以今天玩得开心，然后大家不要再去说这个事情了，好不好？对，我们，因为我觉得后面还有很多次见面的机会嘛，好吗？希望之后还有很多次见面的机会跟大家。对，我们不是还要巡演吗？11月，对，11月10号之前，然后。11月10号之前
七号之后的周末，对，就会跟大家见面了。嗯，希望大家可以玩的在天津玩的开心。嗯，然后大家也不要太就是我觉得最无辜的还是你们嘛，对，然后就希望大家可以之后所有的演出都可以高高兴兴的，然后开开心心的看完，好不好？因为我明白，就是大家抱着很大的期待跟希望去见自己喜欢的人，不管是我还是所有每一场音乐节，还有每一位嘉宾，我觉得大家都抱了很大的期待去赴约。然后可能这场赴约如果要是中途有一些小波折，然后最后可能我能明白那个心情，对，我觉得刚刚就算一个小波折吧，但也不算不完美嘛，好不好？对，毕竟见到了。见到了就证明我们现在还会再见，好吗？希望大家可以玩得开心，好吗？一定要玩得开心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啊，没有道歉，我觉得这是一个，就是我希望大家不要把这个理解成就不是道歉，这是首先这是我的工作，能明白吗？大家就是这是我的工作，对，这是我的工作。然后我觉得我是没有把这个工作做好，然后我觉得应该，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，这是我该做的事情。还有就是跟大家就是，这也不算抱歉吧，我觉得是一个，怎么说呢？哎，就当是你们就把它当成一种安慰吧，好吧？我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办法能对。安慰到大家，只能这么跟大家说，希望大家可以，还是希望大家可以看好，看完今天的这场演出，因为，对，每位老师都非常的棒，好吧，希望之后自己可以，好不好？对，我们都很棒，好吗？都很棒，你们也很棒，今天的大旗我都看到，但还是那句话，就是我觉得还是希望大家就是没事，只要人来了就够了。我可以看得到，对，可以看得到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对，我可以看得到，放心吧，好不好？应援棒可以再严实一点，是不是？哦，深圳的应援棒没有词哦，我可以再跟他们说一下，好吧？哦，就大我好像跟那个刘哥说，就是说那个大家如果要是那个应援棒有问题，好像可以去那个通道那边，可以去换，好像说是可以换，天津之后还会有什么城市吗？这个等天津过后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我会再办一场更大一点点的剧院，然后那一场的话，我会跟他们商量一下，我想再往上加人员，对，我想再上人，就是想上一些比这次剧院再多一些东西，然后让我的音乐更丰富一些，让大家听感上更好一些，好不好？让音乐稍微更好一些吧。说实话，本来是想跨年了，但是跨年实在没有办法。那个，因为我觉得是这样，就是跨年今年不是只放一天假吗？我考虑过跨年，然后的确有场地，但是不太适合，因为31号是周三，
但是今年的跨年，不，今年的元旦只放一天假，1月1号放假，但前面两天是正常上班好像，所以就先，我还是不选择那一天了，因为那一天大家来的太折腾了。啊，还有一天是考研，考研的话，我们还是，我们还是就是避开那个时间，对，先避开那个时间，嗯，就不折腾了，不折腾了，不折腾了，不是，就大家就不折腾了，不是说大家不折腾，是大家别折腾了，好吗？不折腾了，好吗？就是好好上班，好好上课，然后跨年我，嗯，如果没工作的话，我就，因为当时想的是什么？当时想的是，反正四年也没啥，没那个，那我就自己办舞台嘛。但是后来想想也没事儿，我觉得直播也挺好玩的。嗯，对啊，那我自己搞舞台。但是其实周三比较尴尬。嗯，生日有机会的话就办嘛，好吧？没机会的话就，下次有机会。鲨鱼准备在哪里？那里是偏哪个地方？它偏中南地方吗？哎，是中南地区吗？偏中南地区吗？是吗？反正是我二巡跟三巡去过的地方，好像是偏哪里啊？不出意外应该是定了的。你给我看一下你搜的对不对？就是在这几个这七个地区嘛，但是我咋没看到呢？没有那个。哦，好像是，为什么没有啊？对，就不跟大家去剧透了，好吗？不跟大家剧透了，这次我不会再剧透了，剧透太多了。但可以给你们一个大致方位，让大家做一下好好的，就是大家两个月就可以提前两个月可以做规划。看到了啊！我看，那就三个城市，你一说大家都知道。哦，那没事，那个是在华中地区是吗？对，是华中地区，华中地区。对，在华中地区，然后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对，嗯，然后大概时间是在12月，对，然后我已经偷的很多了，避开了考研跟避开了跨年，对，然后就先这样吧，好吧。然后大家今天玩的开心，谢谢大家，辛苦大家了。然后我们重庆见，重庆的朋友们，重庆见。好了，不耽误大家看演出了，拜拜啦。莲子跟我说他。莲子跟我说他12点钟那个彩排完，他太困了，他直接就睡了。我问他了，他说他睡了。行了，先这样了啊。那我就要，那我先挂了。大家玩的开心哦。要拜拜！哦，今天我唱的新歌还行吗？对，谢谢。那我挂了，拜拜。新歌还挺好听的吧？拜拜。重庆也有新歌，对。重庆好像更多新歌，对不对？重庆好像还有《瞬间永远》。嗯。Goodbye。下了啊。
国庆快乐，国庆玩的开心，国庆大家别不开心，开心，拜拜。嗯，我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五首新歌，啊，行吧，就这样吧。嗯，挂喽，就这样吧。嗯，挂喽。